才女简曼书当起摄影师。简曼书能编能导又能演，是个100%的才女哦。才还可以啦，好，这样非常好害羞，有一点点小才华。他昨天受邀为雷达表拍摄设计师形象照。第一次收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呢，我把它称为任务，因为其实有点紧张。我自己虽然平常还蛮喜欢摄影的，那拍摄人其实对我来讲是有一点困难，特别是平面动态，可能我反而觉得还好。平时就爱搜集手表的简曼书，却是第一次接触雷达表。他用了沙漏的概念，还有阴阳太极的观念，我觉得非常的跟我的想法是一样。因为就我自己手上也有一个刺青，对，一个刺青。这个刺青也是在讲，就是这也是一个沙漏，刚好它也是一个沙漏，然后平放它静止了。那223，人类的 DNA 就是2×23对配置。对我来讲，这就是人灵魂时间暂停，所以它是一个灵魂永生的概念。对，你们是才女吗？我不是文青，我不是文青。时尚动新闻。这样不是文青，怎样才算文青啊？报道。